近日，嫣然天使基金官方账号晒出王菲近照，照片中天后王菲架着墨镜扭头害羞，不时露出酷酷的笑容。王菲脖子上佩戴的熊猫形状项链十分吸睛，而这个项链的图案就出自女儿李嫣之手。现年12岁的李嫣近年来跟着父亲李亚鹏投身公益活动，小小年纪的她频繁发挥绘画天赋，为嫣然天使基金操刀设计。据了解，王菲所佩戴的项链就是根据李嫣的画作1:1设计制作而成，母女俩佩戴同款项链温馨有爱。更多精彩，请下载中国蓝 TV。